这钓船来吼，伊十二号去钓呀。哦，当下三百二就钓44只。啊，甲我讲，我甲问讲这对伊讲哩，白水鱼啦吼。啊，伊讲自动打捞机真正好用啦吼。伊讲伊之前去过三间拢讲久啦，啊旁边的人也没什么起鱼，就表示讲遐无啥物鱼啊吼。啊，伊讲昨差不多有10台车啦，但其他的人嘛要起啥物鱼吼。哦，啊，伊是用大鳌的八连钩，啊，搁五连钩拢会使吼，讲钓40几只。哦，啊，即马钓有啊吼，足欢喜的。伊讲，迄工钓哦，差不多过去伊两冬钓的，嘛无遐济啦吼。啊，即马16号搁去钓啦吼，伊这礼拜传落来吼，伊讲，同款所在啦吼，讲钓60，伊买300啦吼。哦，啊，所以。进步足济啦吼，哦，所以自动打捞机帮助伊真济吼。啊，因为我就是唔信啦，哦，我就感觉白水鱼这个所在吼，鱼也足歹钓，嘛足少。哦，啊，当然啦，看到它两趟就钓了100只哦，我们当然要来试看看啦。我今仔日，哦，我就紧炸，哦，一概炸2台啦吼。吼，啊，一台浮，一粒浮动啦，吼，就是一台浮一支钩啊，就对啦，吼。然后今仔用双喷头来试看卖啊，吼，看敢真正才有鱼啊啦，我真正唔信白水鱼钓鱼哦，因为去年来钓的这个结果都没有很好啦，啊，今仔用大鳌八连钩，哦，哎呦，龙感欢迎啦。哦，啊，我对这印象就是安尼啦，就是鱼量不多啦，那要钓得好，就是运气啦，要常来才有机会啦。哦，啊，伊讲伊来两抓钓很济吼。哦，那当然主要的伊个配备跟含钱包同款啦，我用什么他就用什么啦。哦，啊，伊进前是无用拍了机啊啦，就是嘛是用手海拢海无哦。啊，就是不管去对钓，就是也都没有钓得很好啦。哦，啊，一来喷无外久就钓鱼啊啦，但来无介久啦。哦，有钓鱼就较袂怀疑啦。哦，至少诶，真的好像有鱼。哦，啊，你也要鱼啊较清的哦，我觉得今天应该会钓得很好啦，所以咱冰桶先甲伊倒挂水落吼。好，迄水的冷度够啦，安尼等下鱼仔冻咧吼，冻会较清啦。好，啊，你也无用水的话，冻伊吼，通常伊的鱼仔皮拢焦焦吼，啊，有当时北来就是冷度无够啦吼。哦，第二只就拍到，两只钩啊拍到吼。好，啊，这样子就是你要套的时阵就浪费太多时间啦，会减钓足济。哦，啊，自从有自动喷的吼，手都拢变大拍了啊啦，哦，过来哦。我，哦，因为今仔风足透啦，啊，侧风主要是侧风稍微逆风啦，所以你的喷了机也袂再放伫正前方哦，扑出去赶快吹转来哦，所以我们要放在侧边啦。啊，咱侧边就是看会当拍外风，咱就钓外风哦。啊，赶快来加啦，就是也没有钓得很远啦。啊，一样，当家就是定时、定量、定点哦，可以去给予啦。哦，啊，今天只是要来验证哦，白水鱼是不是我想象的足歹钓哦？但钓又讲伊钓啊，因为他们也在学啦，还算很新手啦，就是过去哦，伊一抓钓的是过去两档钓的数量哦，所以。伊这两抓钓，可能过去10吨啦，100只可能过去10吨钓的数量哦。好，啊，当然我们要来验证看看啦，看实际上敢是安尼啦。那看起来是啦吼，哦，反正拍了几下都去拍啦，两台咧拍哦，一台拍一支哦。
哦，啊，这个地方我一直认为它鱼比较鱼体是比较大的，哦，但是鱼量的是无济，哦，所以呢，当钓四十几、过六十几真正足夸张哦，在一个新手状态啊，哦，另外像这吼，袂歹啦哦。这支夹了换，迄支夹，这就安尼就开始算网子，所以也是要准备两支网啊啦。我现在都是两只网子啦，哦，一支竿啊，用一支网啊，哦，安尼有当时啊，做伙食的时阵，咱较好处理啊。哦，免一支网啊，网两支钓竿的，安尼钓做做个拍竿哦。哦，窑矿真的有出来了哦。我本本想，来如果能够钓到五只十只，安尼算好啊啦。但是状况真的有比预期的好。好，代表主同盆的给予效果真要出来，甲恁咧钓相共哦。又过来啊！吼，啊，这水深大概可能才两米左右啦。哦，因为这波西亚哦，我大概十二点多才来啦，但下午的时间它就是。风介大啊，因为即摆要秋天，佫开始转小块北风哦，所以伊是侧风佫兼稍微北风啦。啊，因为咱是南岸钓哦，所以就是会比较逆风一点啦。哦，啊，逆风有逆风的方式啦，咱嘛是来啊，就是甲钓哦。同款会当钓啦，哦，啊，鱼还蛮捧场的啦。哦，啊，这阵啊好过了，我发现好多点应该私募鱼都还不错钓啦，就是量拢真济啦。哦，啊，我嘛是去钓过来点啦，啊，因为偏啊过来地吼，啊过来点，但是一日无时间能够做啦。哦，啊，较搁找时间拢加加，大家看哦。最近雨力应该到处都还不错啦，都要钓都有啦，所以会当农历七月过啊，大家当加减出门啊啦。哦，出来拉爽爽也好，哦，两支做伙加。哦，你看安尼两支网啊，是毋足重要。啊，无你一只就袂好食啦吼。哦，啊，咱上新的透过器吼，啊，拔一个安尼啦。哦，伊啊拔开，佮毋免拔手吼，啊，得佮你啊。哦，你看衫咧背，你就知影风有外透哦。愈会背愈透啦。
啊，但是看起来就是还好啦，我们还是鱼还是会吃啊，所以你讲风头那我要紧不紧啊？哦，会加得啊吼。反正撩拍的狗鱼啊啥来才是重点啦。哦，过来啊。哦，咱撩自动拍拢是十五秒拍一届哦。哦，所以两只咧拍，哦，变穿插啦，哦，7.5秒的也一届啊，哦。但是它还是会比我们用手，哦，用手压吼，会加较省力啦。有当时啊，一个波钓落来吼，或是一个早上钓下来，起了赢波两公斤啦，哦，那鱼的数量就都还不错。就是过去讲，你可能一地钓，那用手压可能也无几抓啦，但是你用这哦，大概喷十几抓，应该拢无问题啦。一地钓要喷十几抓，应该无问题。对嘛，讲是安尼啊，伊原本一地钓拢也无几抓哦。哎，自从用这咧喷了，哦，厝里迄地拢阁足大地啦，因为一届来拢喷无介济哦。哦，你阁钓一工可能嘛三四公斤的钓啦。啊，你啊一地。30公斤来讲，咱是袂用钓七抓，哦，是其实较省料啦，治愈效果会变较好哦。所以我安尼喷两个月，我的感觉就是，哦，中鱼率加足悬啦，啊，每次钓的数量也都很好啦。跟大家比起来，都有比大家还要多一点啦。哦，白水鱼安尼摇框算足好啊！吼、哦，我都做袂下来才钓，但是看到人安尼钓，吼，无钓那怪怪，而且鱼体漂亮。哦，去拍了鱼啊，加一粒料的就去拖去啊。做无用啦，但风大细吼，会导致咱撩拍的位置无啥共哦，所以拢爱去调一下角度的哦。哦，我唔知恁最近来遮钓架空敢好啦，啊，就是来看看啦。哦，那摕逆风神器要出来劈你啊！吼，哦，这单工咧拍了会较远些寡啦，比一定是比你用手捞吼，佫较远啦。
因为风伤强哦，有当啊拍袂到，加减夜啦。你若完全无法度的时阵，就爱靠坐啊吼。风足头啦，大概还可以打到浮标前面两三米的位置啊。哦，啊，这个店第一间才搞搞，因为也不常来啦。哦，找时间再多来试几次啊，那个准啊。哦，给你吃啊，啊，人唔知佫走倒啊吼。哦，拢眯啊眯落啊咧眯车卡咧看手机啊啦。哦，等鱼啊拖去啦。哦，这鱼体也还都还不错啦，就是至少都弄十几年吼，啊，无就才精通啊哟。我个拖呀！拖一袋喷料机啊，拍一支歌啊啦吼，所以。两支鸽仔拢有拍着啦，所以两支应该是拢会食。我先把找一组只干饲，你看稳定性还不错哦，有够用啦。哦，拢是白底啊加粗的，然后鸡啊真用啊。哦，我用了真满意，而且又好安装吼。哦，啊已经有一挂钓友拢在使用啊。哦，伊讲因装起了拢真满意啦吼。哦，啊这好装啦，啊搁好用啦。所以若要钓沙巴拉三只，应该拢真适合啦。当然，你若钓其他要快鸽啊，嘛是拢会使啦，因为它还是可拆式的哦。哦，你看鱼啊，咧拖架杆器都还很稳定哦。哦，袂软个个哦，白海啦吼。哦，啊，这摇看嘛是一波一波啦，哦，啊，但是就是，规个波拢灰灰啊啦，就是也没有等很久啦，嘛无伊个工作裤拢无加，就加减安尼加咧加咧加咧哦。哦，啊，那加就是大家等过来这练功夫的哦。哦，这点同款啦吼，这两米出头的高度哦，就是八零高就够啊吼。
哦啊，朋友卡电话来啦哦，爱那讲电话那游戏啊啦。哦，搁来啊！哦，所以跌又来起，哦，我们来验证，哦，真的是这样了，还不错啦。哦，啊，因夫妻档的跌个足欢喜的哦，伊讲唔捌拄过这个情形啦，就是较早拢跌足歹哦。哦，啊，当他配备升级以后，就是该有的拢有啦，吼，安尼咧跌哦，就差足济啊，吼。钓到阁会当当去分鱼啊吼，啊无较早当伊嘛无鱼啊通分哦，啊杀鱼啊拢足紧啊，因为拢一只两只吼，哦即摆四十只六十只拢讲爱杀两三点钟哦。好啊，收工啊吼，大概看一下量多少啦，就是钓到四点多吼，就大概一点开始钓啦，三点外钟。哦，啊，这只干器咧收拢嘛蛮方便的啦，要导嘛方便啦，看一下鱼啊，哦，你看这赛事真正袂歹吼，哦，啊，这四十八粒的冰箱啦，哦，赛事都很好啦，哦，还蛮喜欢的啦，拉力也很好啦，哦，三点外钟钓只啦，哦，啊，总共34只啦，还不错。